的，超干净。红金是铁板烧热店，很丰盛的铁板料理。那你挑了牛什么？好像在跟牛拿鸡一样。A3 和牛，看加煎了，不一样的感觉。好嫩 Q 哦。嗯，各有各的特色，两边都很喜欢。CP 值很高。很新鲜的鲍鱼都已经帮你切好了。第一次吃这种很大的龙虾，嗯，很喜欢的，它的嚼胶，嗯，不一样的口感，拔克风，挑战整口放进去，努力把它壳里面藏在里面的肉给挖出来。干贝，两个美龙，好独特哦！这辈子真的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铁板烧。